收到收到，告诉诸位告诉诸位，巡查组继续加强警戒，追查组立即抢修。我们够了够了够了，一二走，一二走，走，来往上交物件，走，一二走。借装备快速修复，可正当战士们整理铁丝网时，危险也正在向他们逼近。哎呦！我要潜能是吧？快潜能立不起来吧？由于高原沙粒多、土质松，借装底部不易压实，加之坑挖得不够深，支撑力不足。在整理铁丝网时稍有不慎，戒庄就很容易倒下。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戒庄还没有立起来，相邻的一个也被连带拽倒。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长时间巡逻，战士们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。看到大家如此大体力的劳动，指导员丹增屈杰特别担心个别新战友会倒下。因为这个地方自然环境常年就比较恶劣，它就容易造成这个风吹倒啊、牲畜弄倒啊，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。维护、保养边境基础设施，那也是我们巡逻的一项比较大的任务。在这个地方啊，海拔这么高，环境这么艰苦，啊，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，啊，光荣在于艰巨，艰巨在于漫长，啊，漫长在于平凡。其实我们边防军人闪耀也好，高光的时刻是非常短暂的。更多的是平凡。抬起来点，往上抬。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这边我来搞，你们是要搞那个。抬起。抓一下，抓一下。抓一下，那边，那边往后。来起。来起。来，一、二。一二七，往前推，往前推，好，可以，好好好，行了，不要动了。好，再冲过去。是啊，同志，是啊，同志，支援。